吴尼拱所拥有一支强有力的人力资源管理专家队伍，他们所组成的不同分支部门为您提供有关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全面的、有针对性的、贴心人性化的服务。吴尼拱所在他的吴尼工作安置体系下建立了职业生涯转变协助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下面五个步骤：竞争力评定、人力咨询、培训和再培训、训练和培训、职位情况调查。在竞争能力的评定体系中，我们主要评测职业素养分析。通过我们的职业素养综合能力评定，对其在本职工作上的工作能力、职位胜任能力、工作潜力等等进行分析。在个人咨询的评定体系中，我们主要评测精神支持、提高工作动力、找到个人的工作不足。在培训和再培训的过程中，我们会为专业人才提供有针对性的课程设计，满足不同的各个高级人才的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第四部分是培训和训练，在这方面我们会根据不同人员的不同需要量体裁衣，满足他们的工作岗位的不同需要，还为应聘的人才提供专门的面试技巧培训和有关培训的其他服务。在职位情况分析方面，我们会为专业人才进行职位功能的分析，我们还做行业分析和公司招聘人才应聘等等服务项目。吴尼拱所确保您达到目标，取得成功。